陈妍希传二胎，观音圆脸照紧曝光。哇，女神！今天来这边没想到还需要发言。哎呀，也没有想到会被网友看成疑似怀了二胎啊。有笑有泪。女神陈妍希日前在北京出席电影《沐浴之王》首映，据说妍希先前夏天人在台湾跟好姐妹疯狂运动，体态相当匀称。洗脸后按三次于化妆棉。久久发一次动态也是少女感爆棚啊。这是我今年进电影院看的第一部电影，然后估计也是唯一的一部，因为快到年底了。先谢谢张嘉佳导演给我票。久违露面却被拍到圆脸宽松毛衣 look， 让网友惊呼：“女神难道怀二宝了吗？”如果有拍第二部的话，可以找我去演那个比赛里面的评审。